哦，这边。好刺激哦！等等喝，快点打过去了！没事哦，耶，应该还有，应该还有，看一下。快点，有铁，把它拿走，把它拿走。等下，隔壁有金，全部拿光光，全部拿光光。他们现在短时间，刚刚是谁死？圆圆，他们那队，对，就附近啊，就附近啊。好，走啊，继续看还有哪里。这样圆圆死了，他们两个应该会狂跑。不一定哦，没有哎、欸，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哦，好啦，直接不管了，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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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没有啊，我说他们应该这样。哦，我以为你叫我们快跑。一般他们遇到可以有人，快跑，快跑！哎、欸，你不，你铁够，你先烧啊，你先烧、啊，我们挖黄金走。好好，那你们看一下附近哦，我挖铁，继续挖铁。好。刚刚繁星在后面打，然后我在后面喝蘑菇汤。对，我就说，哎、欸，准备喝，准备喝喽！有人在跑过来砍我，想要阻止我喝、欸，哎，是、啊，没有，他是被我吓到，是往你们那边跑，而且我刚刚是在他面前就直接跳起来砍他，然后他朝我冲过来，我不为所动，我继续喝我的蘑菇汤。哎、欸，你们有没有盾牌？还敢吃啊？你们过来，你们过来！好好好，哎，好多金哦、喔，可以。领盾牌哦、喔！你打他头，我吓到了。干嘛啦？哎、欸，来，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你们自己分。所以演员跟他们是分开的、喔。我就是分开啦。哎、欸，你不是先做铁镐、嗯？没有，我想说先盾牌啊，因为怕他们等一下会过来。哦，啊，演员本身就有一个盾牌嘛，你拿了哈。哎、欸，对他本身就有一个白痴哦，然后我还多做一个熊猫团团，哎呦，熊猫团团啊，哎呦，紧张了嘛，哎呦，哇哇哇哇哇，然后一下保持住，哎、欸，对，等一下来个，对我差点直接吃了，天哪、啊，那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做几碗汤待在？我身上还有三碗。哎、欸，我没有红色蘑菇了。哎、欸，这里一半给你、欸、啊，棕色给你，棕色也给你。好，哎、欸，附近看有没有明条 ？No。啊，我干嘛做那么多碗啊？我在干嘛？哎、欸，棕色没有。好，我们应该也没有苹果吧？那就、啊、我有一个苹果，刚刚原掉的。那金。金这边还有啦，身上四个，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好好，我来挖。身上好满。那边，然后他探到一半的飞那个峡谷也有一些。好，啊、回溯了一下。哦，好，就这里。嗯，他是不是还有一区没有探呢、啊？对啊。他们应该也探不久吧？嗯。哦，看到了，这边有怪。那我们回去原本的吗？我这边还有洞没探完、欸。哦，有铁，那你去挖金。好，啊，前面有怪哦，你自己小心。哎、欸，我不知道有没有引到他。因为有一小段距离，我没去打他。好，现在这附近掏点铁。对，这边铁很多哎、欸，其实。我只看到这一块而已、欸。没有没有，还有往后，还有往后。往后，以后吗？后面上面，上面这一区。你说你刚刚有怪的那一区吗？不是不是，蜘蛛。好，哪里？武力炮。现在没装备哦，要小心苦力怕。嗯，等一下，东西好多。你在哪啊？对啊，你在哪？我在回头。等一下，你的头在哪？你蹲，你不要蹲好不好？我没蹲啊。我们两个看不到你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找你们，我去找你们。这水是 bug 是吧？哦，有了，听到捞水声音，这里吗？往上来上面上哦，上面啊，在我们上面，对，这边也有铁。
哦，讲人话啊。好烦哦，要丢什么啊？有什么啦？你是汤太多是不是？不是，我现在身上好多东西，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放。你玩模组哦，那么多东西。哎呦，下你熔炉摆出来啦，烧一烧。路上会有铁镐跟嘛那个石镐跟石斧啦，团团。哦，我丢的啊，就你啊。熔炉放出来啦，团团。啊，哦，好啦好啦，等一下。还乱丢垃圾哎、欸。哎呦，是不是有牛排啊？牛排手拍啊！我要吃烤鸡。真的是整理背包会有障碍，你们不会觉得吗？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吃烤鸡哦。没有烤鸡，刚刚捡到圆圆的，我现在身上有18个。那我吃一下好了，超多。往下提。哦，这边有铁啊，墩墩漏掉了一个。没有没有，我在先往前探。嘿咻！哎，金锭我先收一下，我可以先做一颗金苹果出来。冰、嗯。所以你那边到尽头了吗？你那边还没哦。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过去啊。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久违的突奇开台，突奇哦，突奇跟 YT 只会开到月底了，哈哈哈哈哈！把剩下铁外网，没有问题。繁星给你一个金苹果，因为我刚刚身上三颗哦，因为圆圆的那一颗没吃掉，哇，赚哦！很赚啊，圆圆那一颗没吃掉，我就这样接收了。很赚欸，超赚的。烧一下铁，烧一下。哎、欸，有烧到。我真的是很喜欢拿木剑打人欸。为什么？我不知道。对木剑情有独钟吗？因为有一届也是用木剑砍死墩墩啊。啊！就木剑，你拿铁剑砍我，拿木剑砍你啊！铁哦，铁好多哦！你好厉害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嗯，还好吧，十几个而已，可以做个装啊。对啊，我们现在装还很空哎。对啊，这样很危险。哦，回缩。哦，原来这里还有铁。哎，下面还有铁，下面也还有铁。下面，我应该先砍你那闪闪的，找闪闪来砍。为什么是要砍闪闪？上一届我在帮他讲话，他竟然投我当雷神。这不能忍啊，我要帮他讲话哎、欸、呦！我说战斗的情况难免嘛。嗯，那他就投你。对啊，而且。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要去追酱油、杀酱油的时候、啊，就走比较前面，他就在我后面，还问我怎么了，怎么了？哎、欸，我就下去喽，你们就不用上来了。好不？怎么上来下去？我要下去找你们了。哦哦哦，好，来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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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嘿。什么声音？那個、我家的鸟。你家的那只叫什么？忘记了。浅浅，浅浅，浅浅的叫声就是这样，很吵。它的叫声真的有点尖。这里，这里，这是我们刚刚的洞。对啊，你就叫我听水位啊。嗯。哇，听水位听到沙圆圆啊！哇，好爽啊！很赚。很赚哎、欸，有苹果哎、欸！我都在说哎、欸，是团团，哎、欸，这有水，是我指使的，又有水又有水又有水，然后把这边伪装一下，完美伪装，
哦，干好黑。没事吧？没有事。等一下，我先把水给堵起来，你比较好过来。来，赞啦！这个伪装。嗯，那是岩浆吗？为什么亮亮的？哦，应该是岩浆。哎、嗯，钻、欸、石，钻石。哦，哇哇哇哇哇！前面是哦，开了，僵尸。哎，好像现在只有我有铁镐，对不对？我有。哦，好，那繁星挖我去挖那个铁矿。哦，好，等一下哦。因为这边有铁矿。哦，等一下。我跟你讲蓝宝石、青金石啊，白痴。青金石，青金石。蓝宝石是魔族的吧？这儿来了，头上有那种快要掉下来的那个历史、哦。你要玩吗？头上那边，当然好，把他们弄下来了。好啊，你弄啊，哦、我弄哦。啊，你弄。一颗。咦，哇，好多，真多。我去插火吧。这边怎么还有？咦，啊，挖一挖，一颗哎。就一个来熔炉烂死钻熔炉熊猫来啦一二三四那个岩浆你们我就去堵起来了好反正隔壁有 啊隔壁有岩浆、啊、隔壁这边有对马尔基斯我真的不知道那梗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就突然间怎么唱马尔基基尔基三马尔基斯，他也在笑。对，他就是很白目。我真的是，哎、欸，这里有火把哎、欸。那个我刚插的，我刚往上插的。哦，吓死我了！对，因为刚刚这边很黑，我会怕，我怕黑。哎呦，有雷神了！吓到，有雷波呀！哎、欸，水嘞？水。我在这里有水啊，不是我在找我们刚刚上来之前的水，我不是被捞走了吗？不是堵掉了吗？我没有堵掉啊，我只是先哦，这里有水啦，很幸好，那我就来这里，你就捞这边的水吧。啊，看没做水桶，哎呦呦呦，这边竟然有洞，哎呦，怎么了？哦，原来是打起来哦，对好衰哦，啊打哎、欸、哇，这是绿队全灭，对对啊。哇！太神啦！太神啦！还好吗？哎、欸，灭掉他们两个人，灭三个可以了。对啊，这一定是宝石度的问题啦。嗯嗯，真的啊，我们可以先吃腐肉。哦，对哈，可以让自己更饿、哦、吃腐肉然后一直跑。嗯，我看一下哦。啊，回收啊！啊，圆圆的头，哎、欸，怎么了？太安静是不是？这峡谷有一条人家铺过去的路，那是谁呢？对啊，不知道，危险喽！对啊，我在峡谷这边。喂，先退下了，然后先退回来吧。先烧一下铁，先让身上全部都钻装，哎不，铁、哦。好啊，这么快、啊，好啊，钻装、啊，我也希望。麻烦你了，谢谢你，靠你了。好，好运熊猫就是你了。没有，我是坏运熊猫。靠你了，好运熊猫。你被好运熊猫造访咯你不转发他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本来就是好熊猫鞋子敦敦知道我跟繁星在哪吗我现在在熔炉区好熔炉 A 为什么现在音效这么奇怪啊你说会有空洞音效对不对对这边岩浆池好多、哦，嗯吗？多到爆炸！
会不会其实一开始有挖到蘑菇的队伍其实很少啊？我在想哎、欸，因为我们其实很慢才到哎、欸啊，因为他们没有在吃蘑菇。对啊对啊，你看闪闪黄队也是血量耗成这样也不补一下，嗯，感觉应该可能就两队有，就我们跟巧克力吗？对对对对，有可能。哇，那这样子很可怕哎、欸。那白天要再去找哎、欸。